无线节目《野外》播出播出以嚟，深受网民欢迎。嚟到第四集，就有主持奶仔带住东张女神，又称为最索人妻嘅李文芳玩独木舟兼捉龙虾。但系网民嘅焦点就错晒，将注意力摆咗喺着住红色运动内衣嘅李文芳身上。李文芳接受香港另一访问时就话：第一次唔使入厨房就地煮食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其实节目最后嘅深情对话先至系令佢最难忘嘅部分。佢话奶仔问到关于佢两只狗狗嘅事，搞到佢差啲喊出嚟。